你看这一把青铜逆石刀，形象不形象？刀柄、刀身，反过来看，整体。看看这漂亮的戈壁石，啊，这石头太漂亮了，它也像一座山，带天然的雕刻。转过来，它平平的。天体转过来这样看也很漂亮，这俩戴个眼睛，像个什么头似的，是不是？非常漂亮。其实我看它是一把刀，这样一拿，它是一把刀。反过来这样看，大家这样看，看这个刀把。像不像天的一把刀？很漂亮啊！把它放在这里，大家欣赏。它这个石头很硬的，戈壁滩上的石头，啊，硬度自然是很大的。这样呢，刀要这样呢。刀柄，手腕刀柄，是，你看这弧度，刀柄的弧度，所以大自然戈壁滩包浆的形成这样的石头，真不容易。可以看人物的，拿起来给大家看看。这样看是可以看人物的，一把刀，很漂亮啊！戈壁石能形成这样子，真的很难，很难得的。今天跟朋友们分享一下。漂亮的石头，漂亮的石头是人见人爱。